即係喺呢個腳跟嘅方向，都係裝啊。係啊，但係佢即係咁多貼章，即係正常都照通過球手嗰個迴避，即係即刻就會放出嚟。好啦，三個美金球黐埋一齊，啲難。但如果你做到都唔怕夾到啦，一個就係派普通啦，一個做到啦，即係就轉翻普通。你哋呢個咁嘅默契同埋你哋當強度慢慢升高咧，你就轉進入到好高 quality 嘅 squad 咯。因為個協調就係啲 hip 啊、啲腳啊同埋你個 time 放即係嗰啲嘢，就會話你哋要做到嘅嘢咯，達到啊。放放嗰啲人嚟練習，你呢個
係啊，如果係唔係個股慢慢降翻咧，降翻咧，唔係就走都得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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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
对呀、啊。
我睇到嗰啲幼苗啦，好靓噶。喂，求婚一样，求婚一样咧，好正啊，好正。拿出嚟啊！Oh, wow.
那是有的。左右，係啦，佢一搣水。
佢成日都捐翻個細路啲錢啊！佢等我同阿太太左右。中咗佢，我插多啲，我一定拍，你差几多？
是有有好的路。他长多嘛？这个地方高，这么高？哎呀，这个路费多少钱？你看到？那个公路费多少？看啊，这个路费三万来着，太惨了。我亏了，我要抢走。我来睇住个冲锋同埋打嗰个比较慢，冲锋啊，好，佢一从嚟一从时间系几下冲锋。叫唔到咯，呢边嘅，好嘅，好嘅啊，好。我睇住，而且嗰边，好啊，好。我睇时间一分钟同三十秒就完成。一中哇！
乜嘢㗎？出去見你房東啦。爸爸。你睇好關鍵嘅追擊去右邊球，係右手。好啦，右波點？OK， 翻半鐘。一分半啊！咁啊，翻半鐘。好啦。走住打，走住打。慢慢好似唔係靠打人咁樣，慢慢攝下攝下攝翻完側邊上嚟。